如果你够洁身自爱，你就不应该跟他们出去混。什么洁身自爱？你在骂谁啊？我就是担心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甜甜圈，在我眼里只有你。你是真心的？我当然是真心的。我知道了，你是在怀疑我，甚至戒指都不敢戴。丫丫，我在你家留了三样东西，一样是我没有游玩的泳票，就是、我教你换气，我教你换气，海龟，还教你小海龟，还有一样是一根耳挖子。够了。我住在没有光线的深海，游来游去算自在，分不清楚爱不爱。地理的环境让我皮肤白，我的透明不是死人白，谁叫我人见人就爱。我的电光精彩，透明有旋律，喜欢就靠近，我要你的爱。请你不要拒绝一个总是在新竹客运后面挥手的穷小子。你坐过新竹客运吗？人家至少还有个戒指，你的呢？对哦，戒指，我没有戒指。你一下子可以背这么长串的话，却记不住要买戒指。算了吧，等你想记住的时候再来找我。哎，丫丫，是你自己说谁对你说这些话，你就愿意嫁给？如果要是有人这样跟我说，我一定立刻马上二话不说的嫁给他。学长，原来你是交大的，我一直以为你是台大的。就是那个王老师吧，幸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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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啊？哦，我刚好经过，有点口渴，想来喝杯咖啡。我们聊什么？工作的事。公事啊？嗯。你一定要在这边喝东西吗？我们要商量学校的事哎。哦，你们商量啊。你们商量。那你可能不方便在场。不会啊，我超方便的。你是田老师的男朋友阿胜吧？啊，你不用担心，我们聊的是公事。啊，没有了，我没有再担心了。我只想要告诉你说，甜甜喜欢喝哪一家的咖啡呢？我最清楚。所以你下次约他出来喝咖啡的时候呢，你最好打一个电话给我，啊？好，没问题，我会注意一下。真的挺帅的你。谢谢。还有什么事吗？没事啊。那你是不是要走了？哦，那我走了。我真的走了。拜拜拜。
等一下，我就知道你还有事。什么事啊？什么事啊？上次柯妈借器材用我的身份证，还放在你那，我近期要用，可以还给我吗？谢谢。还有其他事吗？没有了。那我要走了。拜。拜。车比你好，长得又比你帅、啊。你怎么知道？你又没看到。要找一个男的比你帅，那比例也太高了。你的 PR 值大概是46.37，那、我随便猜呢，那个命中率高达58.33，你说这值不值得猜啊？哎呀，大哥，你这么会猜，为什么你不去猜下下一期乐透开什么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赢钱，然后呢就可以把妈医药费给付了，还有家里的贷款，还有我跟阿云的学费，还有再买一台车给我，这样子呢体能就不会每次怀疑我没有未来了。你真的觉得你的问题是出在你没有一台好车啊？你应该好好检讨自己啊。要反省的人应该是你吧？刚刚求婚被拒绝的人好像是你，你要好好检讨一下，哥。好，喝了，喝了。学长，学长，你没事吧你？鸭子啊。我问你，如果当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可是却又拒绝他，这样是不是很傻啊？学长，这很难说哎。很难说，为什么？因为你忘记这个方程式里面有个强烈的变数，叫做女人啊。女人就是会在愿意的时候说不愿意，在不愿意的时候勉强自己说愿意的。难怪啊，程序正确，可是出来的结果这么不令人满意。那你觉得丫丫在心里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啊？当然是愿意啊。为什么？为什么？拜托，学长，你虽然是默默在做事情，可是你做的事情可是关系到全人类的身体健康跟未来幸福哎。因为内在，学长你聪明绝顶，人又谦虚；论外在，你玉树临风，虚怀若谷。鸭子有什么好不愿意的啦？鸭子，没想到你平常看起来笨笨的，却这么有智慧，很会看人。真正的整个实验室就要淹水的啦。
薯条三兄弟，吃不吃？吃。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开门啊？我给你带了很多好吃的零食哦。怎么办？我怕他不跟我求婚了。啊，我就怕他跟我求婚。早知道那时候我答应他就好了。那是我不应该答应的。可是，他会不会以为我只爱他的戒指，而不是爱他的人呢？可以两个都爱吗？田心美，我不是这种人。哪一种？我是真心爱大山的，不管他有没有戒指，我都爱他，也愿意嫁给他。我知道啊。那你在讲什么？哎呦，我在说我跟阿胜的事啊。你和阿胜不是复合了吗？那还有什么问题？很多问题，太甜蜜，太开心，太紧张了。你在说什么啊？就很不像我认识的阿胜啊，真的很不像阿胜哎。这样的爱情对我来说，就好像梦幻一样，就像泡泡，搓一下就破。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但就算是坟墓，你要找一个躺在你旁边的尸体，我也宁愿找大山。啊，你放心啦，大山哥要是不娶你的话，阿胜、阿云、柯妈、柯爸不会放过他的。你有非常坚强的后援会，你不要被阿胜传染好不好？你不要再玩了啦。你觉得我需不需要暗示大山，让他再跟我求一次婚啊？对，有暗示，有明讲，不对，摊牌。戒指谁送你的？不要讲啦！你告诉我，我就放开手啊！你啦！大声点，我听不到。这么闪亮戒指是谁送给你的？你啦，朱塔！试用品不用白不用哎，对啊，用了之后呢才知道哪一个对你的皮肤好，看看多擦一点。嗯。可是那小姐打一直过来撸的话，很麻烦。放心啊，我帮你看的，自己拿的，多用点，多一点啊，擦多一点，手臂这边要多擦一点啊。哇，我擦完之后确实看起来更闪亮了。有吗？对对对，我帮你拍个照。第一个 pose。OK， 来换一个 pose。OK， OK， 来，再一个，呀，我最喜欢这个了。你该不会是要上传打卡吧？当然，平时都被给别人闪，今天我要闪死全世界。那你不要标注我。不标你，干嘛？害怕什么？我那边一堆学生呢，到时候被开了玩笑就完蛋了。我就是要让他们笑，我要让他们知道，全部人要让他们死心，因为你呢，你是我柯景胜的女人啊。嗯，神经。哎，他过来了，怎么办？我保护你，继续擦，脖子也多擦一点。哎，小姐，不好意思啊，请问一下，有没有这个比较适合男生用的保养品？
来，帮你拿包包。你干嘛？不是请我帮你拿包包吗？不要啦，私底下可以，这公众场合，因为看起来很娘啦。啊，好，那我帮你挂好。好了啦。你要说的真好，还是你了解我？戒指。心啊你！我要洗手，我怕戒指弄水啊。那是钻石，他怎么会怕水啊？那万一是假的怎么办？他怎么可能是假的？我花这么多钱买的。那你被骗怎么办？没有像你那么笨，好不好？莫婷，原来你就这样看我的哈、哦。我当然没有那个意思啊。那我们去报警好了。不要。为什么不要？都怪你啦！神经啊！叫我带副贵重包出门，我不想带嘛。怪我？喂，是谁叫你这么粗心大意的？我本来就不是个细心的女生啊，那你干嘛送我戒指？你给我钱还比较实在。哦，钱！你可不可以讲些比钱更有建设性的东西啊？钱很有建设性啊，我又不像你。拜托，你有兄弟，你有家庭，我什么都没有哎，我没有钱，我要怎么养活自己啊？啊，我明白了，这就你之前不敢说清楚了嘛？你是不是嫌我没钱嘛？我要是要嫌你哦，八百年前就嫌你了啦，又不是今天才没钱。对，你之前没有嫌我没钱，可是自从那个王八蛋双臂王出现之后，你就变心了。你不要扣我大帽子啊！我没有帮你扣帽子，是你自己戴这个帽子好不好？你就是这样啦，自以为是，你以为你说的都是对，就是圣旨。我告诉你，我现在最不想做的就是你的附属品，我不想付出我的想法。OK 啊，不要做我的寄生虫。自大狂，虚荣鬼。各位来宾，我们在一楼女厕捡拾到贵重物品，如果来宾遗落，请至服务台认领，谢谢。走啊！哎，你很奇怪，认领戒指还需要什么证明？戒指本来就是他弄不见的嘛，弄丢了。就算我回家拿小盒子、小卡片给你看的话，也不能证明是我们的、啊，对不对？对。你怎么都不说话啊你？那你不能，你把戒指拿出来给我试戴，那如果合我的手就是我的啦。拿出来，让他试戴看看啊。拿出来啊。哎你，你这样我要怎么证明啦？啊，对。冷静点。叫我天才。阿胜，我决定把戒指还给你。不要这样子嘛！对不起，我一直心急。你知道我不是故意这样讲的、啊。我不是因为你说这些话，我才要把戒指还给你。看你复合，我很开心。只是这戒指让我觉得负担好大哦。就像不管是放在家里，还是戴在手上。让人提心吊胆的。你知道吗？送你戒指之后，我的负担也很大。真的啊？
花很多钱买这个戒指。当然不是钱的问题啊，是承诺的问题。我现在什么东西都要做得很好，才不会辜负我们的复合，才有资格让你继续爱我。任何事情我都要小心翼翼的。你知道这样爱你真的很累。如果这戒指让我们负担那么大的话，那不如把这个负担放掉吧。我们还是男女朋友吗？我们是不是男女朋友和这戒指完全没有关系，重点是我们还喜不喜欢对方，想不想和对方相处。如果这些问题我们都不去想，回到一开始像朋友一样找回相处的感觉，那也许这些问题不用问都可以自己找到答案。其实你一点都不笨。女人是不是都是口是心非的动物啊？一下子暗示你要求婚，她真的求了，她又生气不答应，那是要搞死谁啊？我才惨了，我这个月啊，已经分手了两次。如果我像你每一次这样子啊，都喝成这样的，我的肝啊早就爆了。看来我得准备一个戒指。你没有买戒指啊？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可能，我知道想我的电光精彩。你没有买戒指啊？那丫就说如果谁愿意说你跟甜甜说的那一段话，她就愿意嫁给他，我就没有买戒指啊。你copy我跟甜甜说的话，他暗示那么明显，我不说我就是笨蛋啊！你是怎么拿你的博士学位的？你到底是天才还是白痴啊？来，不要说我不帮你，卖你，怎么卖？像卖车一样落地价八五折。拜托，我是天天带过，五折、八折、六折，再多就没有。一句话，七折加上一段非常屌的结婚告白，嗯。真的，嗯。现在写，你有没有一个贤惠的嫂子就靠你了。不过你稿子没有写好，我戒指的一毛钱都不会付。大哥，你还不笨吗？我这叫大智若愚，赶快写。写写写，现在就写。你是戒指。做梦的时候，天天，这这个不错哦。确定哦？确定我就要放到购物车哦。等一下，等一下，我再多看一下嘛。等一下，我没想
逛街购物嘞。这些都是小女生的东西，妈，你有兴趣啊？怎么可以这样看不起欧巴桑？欧巴桑也需要保持青春呢。哎，护手霜哎。对，我应该要买一条护手霜给萱萱。洗消波店的清洁粉非常的咬手。你妈我在家里洗了大半辈子的碗，那个洗碗巾也很咬手哎，你怎么没有说要买一条送？好，我送妈一条。吼、哦，欧巴桑真的很会撒娇呢，难怪老爸那么爱你。对了，也要买一条送给外婆，现在外婆住在医院，每天都在冷气房里，手脚也都会干呢。没问题。没错，这个就是我的故事人物角色的关系图。这整个剧情呢，会环绕在三男四女的世界里面。故事呢，会用植树、倒数、插树的方法呢，来叙说一个70年代淡淡的爱情故事。基本上呢，整个故事呢是有小温馨的感觉。然后刚好，我最近遇到我人生最大的感情波折。田心蕾，你是什么女朋友？你现在跟我讲分手，你不关心我，你还跟我讲分手？这样子好了，就当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说什么我都做什么，这样子可以了吧？太迟了。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除我妈之外，我最爱的就是你了。没有比这样更幸福的分手了。阿田。就像一个小小的独木舟在海上飘啊飘啊飘，还遇到10级的风浪，可是都没关系，因为沿途的风景、气氛跟细节我都记得。当我在痛哭流泪的时候，可以变作是一个场景；当我在抱他的时候，可以是一个场景；他把结婚戒指还给我的时候，也可以是一个场景。只要把时间跟地点换一下就可以了。可是你的年代交过在70年代，那个时候不是很保守吗？的确有点保守，可是没关系的，谈恋爱嘛，总要搂搂抱抱的、啊。你想想看，你阿公跟你阿妈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搂搂抱抱？也是，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啦，可是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打动现在女性的东西啊。比如说呢？比如说啊，我昨天刚看了一套日剧，叫做什么？恶女的愿望？不是不是不是，是那个啊，我知道，熟女时代。对，我看。那个小男鼠超帅的，而且他这次的发型很有爆点哦，每一集都会出现他的6块肌。重点是啊，这部戏对爱情故事的处理完全是以女性的角度来出发，四个女性四个视角，同一个男人一段劈腿的故事可以处理成4篇小品，真的很棒。对啊，时间跟空间都处理得非常漂亮，这样比较不会乱。那个编剧真的超强的，好不好？好，那阿胜，你就把你手上这些架构再整理一下，我们就往我说的这个方向走。怎么，有困难吗？没。哎，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啊？有啊，超好看的。嗨，大姐。雅姐，你坐前面。嗯，不用了，我坐后面就好。阿云这一次一个人看柯妈好几天，真的要好好慰劳她一下。也还好吧，她只是做她该做的啊。阿尚，你说有什么好办法？那附近哪里有好吃的？我跟你跟阿云刚好可以去吃晚餐啊。不用给阿云吃这么好了，不用这么奢侈。你们可以上车了吧？
哦。阿尚，你最近编剧工作做得怎么样了？还顺利吗？哦，顺利啊，书是我写的，所以他们也没什么意见。他们还说我是什么编剧之神，说我前途无量，要我好好努力写。你可以出发了吧？哦。雅姐，嗯，我看你平常这么节省，你都不会像其他女生这样常常换包包。当然啊，包包好用就好，干嘛一直常换？而且我也不爱用名牌包，根本装不了什么东西，然后又贵。那你介不介意用那种二手的东西啊？就是那种人家用过的。不会啊，知福惜福，二手的东西只要好用耐用，又有什么关系啊？哦，是这样子啊，我认识很多女生啊，她们都非常忌讳。那是他们有公主病吧？二手的东西只要整理干净了，又有什么关系？像我平常都很喜欢逛几个创意市集、跳蚤市场什么的，那里的东西好用又便宜耶。我的衣服、包包、鞋子很多都是那里买的哦。看，好，你看，给我进去。可是他还在生气，我不要。哎呦，给我进去啊！不然不要跟他们闹了啦。喂，是吗？怎么会掉下来？再拔了！拜托，那你要今年几岁啊？好，我现在马上回去。阿胜，阿胜，嘿，我阿公从树上摔下来，我得回家一趟，你可以载我去车站吗？哦，好。哎，哥。呀。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可能，我知道。我的电话精彩。妈，你怎么看新闻也哭成这样子啊？我也不知道。哎呦，最近就是很想流眼泪。昨天晚上我梦到你外婆来看我，我们俩母女抱着哭。嗯，我跟你讲啊。一定是这个医生呢、啊，开什么爱哭药给你？听他那护士还帮你量血压，说，我跟他讲一下，叫跟主治医生讲一下，不要再开那什么爱哭药给你了。你不要乱说话。嗯，这样子好了，我念一下修改的剧本给你听，看听完之后心情会好一点，好不好？你问我这欧巴桑哦，没准啊，你还是要问那个年轻人，像甜甜他们啊，他们才会看。天啊，怎么了？他这两天没有要下来吗？不过也好啦，让他哦放个假，好好休息。要不然哦，这样子来回跑，很累呢。我们好像又分手了。吵架了？没有了，互相暂时冷静一下。冷静，那你们之前分手那么久，还不冷吗？就是因为之前冷了一段时间，忽然间又在一起，就突然间又热起来了，就像天气一样嘛，一热你就会发脾气。妈，我现在才发现，要跟一个人在一起相处这么久，需要很大的考验。就不简单啊，你不能只喜欢他好的地方，他不好的地方你也要想办法喜欢，要不然要怎么在一起啊？我知道了，难怪你跟爸可以在一起这么久。不
夫妻呢，就像一个队伍，要团结，你一定要站在他那边。笑的时候一起笑，痛的时候一起痛。妈，我再跟你讲一个秘密。以前啊，我觉得你们都很笨，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可现在啊，我发现其实你们都很有智慧，我才是全世界最笨的。妈，你干嘛？你怎么又哭了？哎呦，你不要这样子了啊！哎呦妈，哭什么啊？那剧本再这样改下去，还是原本的想法吗？当然不是啊，现在变什么逻辑我也不知道了，人我也都不确定了。反正现在这剧本呢，就不是我想要的。是哦，怎么会这样啊？他们的想法你最要啊。人家出钱啊，所以讲话是最大声。可是也不能怪他们啊。因为这是一个大合作案，每一个人都想把他的想法放在剧本里面，所以呢，现在变成像三个方向盘、四个车头，各往各自的方向开。我懂了，难为你了。不会啊，我觉得啊，这样子呢，就好像是人生，从小到大你遇见的人呢，他们都会帮你决定你的未来，不管是你的老师、你的爸妈、阿公阿嬷，在街头卖菜的那个阿尚。他们啊，都会帮你决定你要吃什么东西，念什么幼稚园，选什么科系，都是人家帮你决定好的。要选择自己的人生啊，真的是很累。你已经很不错了，从小到大路都是自己选的。我比较惨吧，以前是别人选的，以后也是。以前是别人选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自己选择？懂的啦，我家里状况我不了解。好了，我不懂了，家里状况我不管，先放一边。可是，在你未来的选择里面，会不会有我？下一个恋爱对象？下一个。If you want someone badly, you set it free. If it comes back to you, it's yours forever. If it doesn't, it's not yours to begin with. 桃色交易，你很喜欢这部片。It's not because I'm lonely. It's not because it's New Year's Eve. I came here tonight because when you realize you want to spend the rest of your life with somebody.当哈利遇上莎莉，1989。答对。我还记得那是我们看的第一部 DVD， 那时候看的时候我还睡着了。嗯，你还知道哦？第二次我还陪你又看了一次啊，然后你自己又看了第三次。I act as an ambassador last night, imitate a part by drink, a part by your beauty, and a part by my foolish pride.我超喜欢这个电影的，《穿越时空爱上你》2001。Bingo。I'm just a girl standing in front of a boy, asking him to love her。太简单了。Nothing Hill， 新娘百分百，1999。太简单了啦。你看这部片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If you never loved before, you will never know the feeling of losing.罗宾威廉斯的心理捕手。嗯啊，你知道吗？全世界啊，只有你会陪我玩那种无聊的游戏。傻瓜，以后会有其他人陪你玩的。那这样子，我们不知道把片子全部重新看一遍，好累，好麻烦。你是想偷懒吧？不是，我是不想跟别人分享我们分享过了。I'd rather have one breath
of a hair, one breath of a mouth, one touch of a hand, or eternally wait up. City of Angels, 1998。真的太聪明了。你知道吗？就算我们不是情人，我们这辈子啊，也会是最好的朋友，是最好的那种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啊。因为啊，只有你可以容忍我的自大跟幼稚。Now I know better things that people in love do to each other. They remember. And if they stay together, it's not because they forget, it's because they forgive. 桃色交易1993。And now I know how good and honest in your heart, how pure in your personality, how wonderful in your future. 不可能呢，是哪一部啊？怎么没听过啊？这是哪一部啊？哪一部？是我跟你的这一部，我记得台词。喂，啊？医院打来了，不是了，是你舅舅打的，说你外婆已经往生了。怎么那么突然？今天凌晨。其实你外婆也生病生那么久了，早就应该去看她，都得你妈那个拢无时间好去。你舅舅的公。看你妈妈有法度等于给您外婆整理一些东西不？那你妈妈现在这样怎么回去啊？还是先不要跟妈说吧。外婆过世，如果现在让她这么难过，我怕她身体一直好不了。你觉得你爸瞒得住我吗？呀，你对我真的很好。你知道就好。丫丫，你愿不愿意？愿意什么？这不是他是要给铁人的戒指吗？我们几个医生有讨论过了，目前真的不能同意你去。真可惜，我嘛要白等一拜嘛。阿秀啊，你别出去啦！你万一让我去上面代志，我该啥伊那是变怎？对的人，可能会在错的时间去敲你的门。错的人，却可能是你一生最难忘的人。陌生人，也许会变成最亲密的爱人。别以为不可能，什么都有可能，在这一场旅程。而天真，让我们有勇气承担所有不完整。而伤痕是为谁奋不顾身留下的图腾。当太多的轰轰烈烈为记忆纹了身，才知道想要的是安稳。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可能，没有谁注定要孤单过一生，我们都渴望能拥有简简单单的安稳。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可能，只是难免有些牺牲，也只是幸福必经的旅程。